爸爸妈妈的养育同教育之间，哎，因为话姐姐讲话主动好老婆嚟，孝顺爸爸妈妈话，系啊，嗱，恭祝爸爸妈妈的天福又天寿，爸爸靓仔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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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啥啦？咩父逢一切似海深，为人仔仔有孝心，今日一时未成亲，恭恭答谢父母恩重。三道六不如心，仔仔双手奉茶头嚟感恩，永远会记住你哋父母恩。
咁多咧，好朋友先会话你。
开到你的心，传达到你的手中，跟你的心中的。OK， 这个就是一个礼物，我们准备 for 我们的 parents 和今天的爸妈，你们说这个礼物看会重吗？好重啊！好重，好重。你们猜看几重？3kg。哇哦！看几重？其实爸妈，你还记得吗？28年前跟29年前，你们在 KLPJ 生了一个小孩子，你们第一次抱着他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重量。OK。这个就是那个重量，你们第一次抱我们，所以我们很感谢你们。就是我们感谢你们，从一个三 kg 多的，养到这么肥，这么漂亮，又漂亮，你是漂亮，养得这么漂亮，给我们这么多爱，把我们养到这么大，然后。给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我们，然后我们可以两个结婚，很幸福的样子结婚，谢谢你爸妈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